平面设计是一项有挑战的技术，之前只能用 PS 软件来做，会有一定的准入门槛，但随着各种软件的冒出，现在做平面设计不像之前那么苦难。这里推荐们推荐一款超简单的零门槛在线平面设计工具，帮助你轻松完成平面设计。飞果设计，一款全新发布的在线平面设计工具，拥有它之后，没有任何绘图基础的小白只需5分钟时间即可打造出一幅专业的平面作品。现在揭开面纱，细数飞果设计工具的6大特点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吧。一、6大场景，46个分类，飞果设计提供6大场景的平面模板，包括广告印刷、网络媒体、办公文档、电商促销、卡片、生活，这些是大家平时最常用的场景。6大场景又可以划分出46个垂直分类，比如微信公众号文章首图模板适合新媒体人使用，比如淘宝店铺主图模板适合电商运营人员使用，比如简历模板适合求职人使用。另外，每一个分类下又有若干的现成模板，替换文字就可使用。二、拖拽式便捷操作，现成的模板很好用，但偶尔还需要对模板进行修改。飞果设计提供便捷的操作方式，想要改变图文的位置，那就拖动一下；想要改变图文的大小，那就调动一下。傻瓜式的便捷操作，相信许多新手都能快速掌握。三、丰富的元素，想要设计精美的平面作品，离不开元素的装饰。飞果设计拥有丰富的矢量图标、装饰符号、表格、地图等，通过简单的组合，你也可以自定义设计出惊艳的平面作品。四、精美的文本框模板，在平面设计中，文字无疑是重要的部分。单调的纯文本不能满足你的审美需要，那就选择一个好看的文本框，一键点击即可添加到画布中。各种文本框模板均有专业设计师团队设计，保证高质量的颜值。五、海量可商用图片，想要替换模板里的图片也很简单，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即可，呈现出来的图片都是可以免费商用的，不需要担心版权问题。你也可以自己上传图片，然后添加到画布中。另外，飞果设计的背景图片也很看，绚丽缤纷，一定能满足你胃口。六、一键分享和导出绘制完成的图片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导出。飞果支持作品导出为 PNG、JPG、PDF 的图片格式，也支持作品生成唯一的分享链接，然后打开链接就能查看，方便分享给微信好友。飞果在线平面设计工具被定义是一款零门槛的基础工具，1分钟上手，3分钟成图，不仅提升效率，还带给我们设计的乐趣。